哎呦，魏老师，哎呦，抱歉，小光哥，来吧，哎呀，来吧，太好了，我呀最崇拜你了，哦，特别是那首歌《今夜无人睡觉》，无人入睡，这不一样吗？特别是头一句，奶送到了吗？不是奶送到了吗？怎么不是啊？不是，魏老师，头一句什么词儿？头一句啊，你听着。奶送到了吗？听见了吗？奶送到了吗？送到了。我最爱来贵州，你们一到这儿我就跪了。你原来也不便宜吗？比如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叫跪地，见的人都是贵人，我往这一坐我就是贵客。那我儿子叫什么嘞？贵子。那我家媳妇嘞？贵妇啊。那我嘞？贵姓。你贵人都要死。我姓钟啊。哦，明天我就要飞北京。那你就是贵妃。所以说啊，巩哥哟，师哥，想死你了！叮叮叮，他抢我词儿了。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哦，主要是牙好，哦，牙好，胃口就好，身体倍儿棒，吃嘛嘛香。你可瞅准喽！嘿，他抢我词儿！嗯，咱们做个游戏吧，啊，好，说呀，学经说的对。打一成语，嗯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言之有理啊。啊，好吧。说学经当木匠，嗯，言之有据。好，俩句。言之有据啊。说学经钉钉子，钉钉钉，言之凿凿啊。啊。先生，啊，那我也说一个。说吧。嗯。说。在胡同遇见你，这是狭路相逢。好，好。说池塘里遇见你，这是萍水相逢。长明白了啊。说老甲鱼遇见你，嗯，这是千载难逢。我呀。先生，嗯，您喜欢古玩吗？太喜欢了。哦，昨儿啊我还参加一拍卖会呢，一堂三彩拍了2700多万，最后还是我给拍下来的。真的啊？就什么时候您一定让我看看啊？现在就可以看。你看拍的怎么样啊？嗯，拍照片啊。请坐。你知道我们公司的理念吗？知道，持之以恒。嗯，具体点说，来到咱们公司之后，嗯，我一定持之以恒，嗯，努力工作，嗯，一直干到公司倒闭。你可以回家了。倒闭了。谁把他叫来的？叮叮叮！哎，师娘。嗯。接着来。